气，热热喝，快快好。我这身的装扮，还有我这个领结，这个啾啾，这个不是普通的啾啾，这是哈林的啾啾，我称他为哈啾。是的，音乐又美，活力又美，我是哈林庾澄庆，你是金曲歌王萧煌奇。大家好，我是金曲歌王萧煌奇，带来这首有关于海产的歌《蛤蟆爱我》。我是李宗盛，我回来了。可是最近很多人都会跟我说：“嘿，李宗盛回来啊！”我不知道他讲的到底是李宗盛回来了，还是我李宗盛回来了。但是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回来的。是的，音乐要美，活力要美。我是哈林庾澄庆，你是催泪歌王杨宗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催泪歌王杨宗纬。很久没有跟台湾的朋友见面了，今天带来这首《流浪记》，老师音乐。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谎话？杨宗纬的饼干藏在饼干盒里，不是我，就是你，不可能，那是谁？李宗盛的饼干藏在饼干盒里，不是我，就是你，可能，那是谁？萧煌奇的饼干藏在饼干盒里，不是我，就是你，不可能，那是谁？好了，我承认。饼干是我藏的，可是如果你们要我把它拿出来，我需要想一下它藏在哪里。啊，往左两步，往前三步。啊，往后一步。到了，饼干在我的口袋里。